曾经的单纯，在你的爱着感觉放的每刻，昨夜的情苦很独特，要用假期的时间，要用假期的时间，无法如愿的相见。热身一下，不然一会儿跳江了。想要了解一遍一遍，痛的艰苦，痛的倾诉，愿意为这都是全部。此刻穿越的你，只想和你想和你再次相遇。Baby Baby， 或许是欢喜不明之所以。终于把这关了。如此注定，就是我早已铭记。好，我们白天的舞蹈全部结束了。很冷，冻僵了，但是很爽。哎，等一下，开始啦！好，哥哥，你不要看镜头，我不管，我看你。好，哪里啊？三二一，出走！小心点！哇，厉害！我们是慢动作，好难画。好，然后。哇，好冷啊！啊，看来辛苦了，你们站不起来。有点尴尬，现在。非常校园风的清纯风的感觉，这又对我来说是个非常大的挑战。但是我觉得我但是我觉得我 hold 住了。你 hold 住了吗？我就是你高中生。今天是闲暇时刻，他们骑车组去骑车了，我们在大本营的组就在大本营吃喝玩乐，没有吃喝玩乐好好工作。对，然后他们骑车会很辛苦的，的话我会准备好桌上的好吃的迎接他们。然后骑车又特别特别的冷，我们骑的还是越野车。然后我刚刚试了一下，我发现，我还是不要学自行车了，太可怕了。给你吃菜，多吃点蔬菜，绿色蔬菜。我多发一份工资吧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以后宣传我去周边部。这个。三二一，跳！微信大师，你看，你看怎么办呀？旋转跳跃，闭着眼。还拖住他，还不会拖住他，拖住他。哈哈我等你好久呢。好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在看他们的视频。老大，特别可爱。可以自己泡了。哇，真的很可爱，是吧？你就是 Melody。哎。Melody。真的没关系。我在想。哇，今晚的月亮好圆。
上班。上班了。或者我们心情完事儿。别人是 kila kila 的感觉，就有点臭。你不一定要这样，你别手抠的。